啥？问你个问题。啥呀？你说送什么东西能让男人开心快乐一整天呀？娘们。那年龄小的送娘们，那年龄大的呢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们男人呀，在这件事情上最专业了。不管是年龄小的还是年龄大的，只要他没挂墙上，他就喜欢娘们。过几天你哥过生日，那我知道送啥了。那得送啥呀？早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剃须刀啊！这是保罗迷你版的剃须刀，全身防水洗的，刮完胡子啊，直接用水龙头这里一冲，它就干净了。它刀头还自带磁吸的呢。它这个刀片是德国进口的，一边刮胡子的时候啊，它就在磨刀片了，越刮越快。它呀，充一次电呀，要用两个月呢。现在是活动价格，我这个才59.9呢，还送你一个煤油打火机。哎，这不错，在哪里买的？视频转发点开就可以看啦。